别动啊。昨天都上一天课了，今天我们因为下雪，所以就都停了，就这一个班，不，还有一个班，俩班。前天回来的吧。好，来压脚趾。怎么样？昨天回去之后，早晨，今天早晨起来疼吗？腿疼吗？不疼啊？不是很疼。那看来咱昨天练的快，看来昨天练的强度还是有点小哈。谁瘸了？你昨天都没来，你还瘸了？别在这煽风点火，我跟你说，大瑶瑶。大瑶是因为啥来的？不是因为来跳舞来的，是因为下雪了才回来的，是不是？拿着海绵袋了吗？都没谁没拿，请举手。好，所有人拿海绵袋，请准备。快速。啊，不用也可以吧？这儿有，来吧。快速把鞋脱了，把你的砖放在右后方。你刚才是不是还没怎么用过呢？用过吗？用过，然后装袋里啊。快速快速，先准备，都绷脚，哎。好，大家过年好哈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年后第一课，我第二课，准备特别力气来，脚把蹬出去，五六七九抓，走，抓，手不沾地。
胛骨，对，肩膀下沉，再绷脚，后背再立，勾，让你的盘带把你的前腰掌都包住，后背再立，对，对抗，然后绷，再绷，对，绷到头，勾，后背再推，绷。再绑脚，七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走。
准备。一，下面的膝盖也要压住了啊。二，盯着你的膝盖。对。压前腿翻，
长，抬头，好，前腿膝盖往前压，勾脚，放松啊。好，抬头看前方。好，来，后腿蹬直走蹬，班长主动主力腿，哦不，前面腿转开，脚尖胯根对身体拧正，好，前腿屈膝，好，走，手叉腰，后胯根往斜前，后背再往后，好，班长数50秒，退一下，我正找呢，这还没找着呢，到3:30，今天就2个小时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应该从哪儿弄？来，后背立起来，一会儿再找找哈。今天我们助教没有来，因为今天就2节课。来，别动，手叉腰，蹬膝盖，请准备，快，5、6、7，走，1。好，正腰做得不错啊。2，对，后背不要往前趴。3、4、5。好，表扬雨涵。6、7。往下沉，10，别动，10、9，背背后背，8，肩膀下沉，7、6，坚持住，5、4，抬头，3、2、1，好，换腿快速，好，左腿在前，勾脚压前腿，快，抬头，
美颜。哎，我这儿没有这一项啊。是功能设置。现在好点吗？好，来后腿蹬，膝盖一个蹬，勾脚啊，好，前腿弓箭步，后腿屈膝，手叉腰，所有人，好，快点，好，半掌数五十，其他人不要动，背背别塌腰，让你的肚子远离前腿胯根，对，展开，展开，好，胯根往前前顶，不动了啊，手叉腰。都面无表情啊，还是这么痛苦吗？后背立起来。现在没动了，人一动地面还是在动。哦，那直接关了得了。这样没事了吧？好，别动，直接蹬膝盖，预备，三、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一，两完少做一个啊，二，后背。塌腰，
九，抬头。八，七展啊，这几个不错。六，五，四，后背。三，二，一，好，一手拿块砖，快松，右腿在前。来，准备。前腿后腿都是勾脚，来，不要停，就示范来看。六，七，九，一。前腿后腿，你都要去找膝盖发力啊，膝盖发力收紧，然后腰腹发力要往上拎啊，预备，快点，五、六、七、走，一，蹲蹲，后腿，膝盖，停，走，再蹬一蹬，好。对，勾脚转开前腿花根，对，这样子，对对，前腿膝盖再发力，这样，好，换反面，快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准备，哎呀，五、六、七、走。好，来。
琴，坐人去进去换火炬。穿上鞋。横脚背，送哈，搬起来了，没感觉都，是不是？好的，转完这个非常好。下边腿往后边捋，得练伸，你敲圆，对，用膝盖，慢慢往这边。下面怎么了？到脚就延伸，对，像这样捋一下就。来，我帮你捏开。好，换反面的换，快点，特别快，是不是？来，预备，五、四。3 2 1，准备把胯理正，下面腿蹬直，对了，好，上面膝盖也直接伸直，还有子涵，所有人同行。主力腿，我上半腿蹬直，动力腿蹬直。好了，来下来，准备闭腿，来，把腿往上搬。
个廖涵跟李耀成换一下位置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他们三个题啊。李耀成、李佳文还有廖涵，来，准备。李耀成往前点。好，对，五。后背立起来，肚子往回收，五、六、七、走。脚要下去，知道吗？啊，然后每一个重拍向上的时候，我们要后背要再往上收一收，哈，再往上立一下，六、七、五、一、停。对，只有你的后背推起来，找到那个重力的位置，你才能踢到最高啊！一起做，准备。起来，走，五、六、走，七、八、走。
稳住。哎，好的，子涵。对，调整呼吸。好的，妙涵。来，不要说比赛时，张子涵进步非常大啊！张瑶瑶加油啊！胯摆正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换左腿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。来，李佳文数三十啊。好的，张瑶瑶。来，所有小朋友青蛙胯拍下去，快！有的小朋友特别累，一直在踢，一秒都抱不住，是不是？天宇，把小腿收回去。来，横叉拍下去，拍不下去的找墙，拍不下去的直接爬。那李佳文，去哪儿？理想。
超美女哈，我跟你够真真，他就在这儿想着你。来，我们直接侧卧，准备踢旁腿，快速。先踢右腿，对，快，准备。
廖青，走。好。好，李佳薇手下是。谢谢分享，谢谢爱看跳舞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这个时间都没有上班吗？你们？我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啊。哈，谢谢齐老师，齐老师没有上课吗？出勤率呀，就这个班好，呵呵，就这个班的出勤率好，所以就直播了，其他的都不行了，我们小班们都停课了。今天下雪，对，昨天晚上下雪特别大，然后今天那个地面上的雪也是很多，我们所有的小班就停了，这个班没有一个请假。我们一共七个班，停了四个班，最后留了三个班。在家练自家孩子呢。哦，婉婉真的是有一个学舞蹈的，有一个舞蹈老师的妈妈，真的是她也很痛苦吧。林美儿，你们不用考试吗？老师考试，为什么要考试呢？孩子们都考完试了呀，他们年前考试啊。我就更不用考试了。我上这儿去。快练练，一会儿我要直接往后开后边的啊。对，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朋友们啊。也观看直播的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啊，谢谢李敏儿。我们明天应该还会直播，但是就直播他们这个班，因为其他的班的出勤率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就是进度会比较慢。这是什么剧目？这是一个傣族剧目，叫《灵》，他们学了一半了，现在在学另一半。
自主练习非常棒。对，我们有一个小班长，这个小朋友啊，总是会带他们练。这是一群爱学的小朋友，他们基本上一点半上课，都是一点钟就过来练了。所以每天中午我会睡十分钟，然后我在楼上，他们都不敢上来，他们在楼下教室练。这个舞蹈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我记得发到咱们那群里了，可以看看，就很适合这种初中或者是六年级的小朋友练，然后可以作为一个小的素材，就是剧目素材，小的表演剧目去练，然后跳完这个之后呢，就可以再练一个大的剧目成品舞。你这个舞蹈的音乐也很好听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了，来准备。前面就先不练了，我们直接进后边的，行吗？嗯。啊，放那个站起来到这儿，一二三四啊，三四，看你的手，你的头是从我们跪着从这儿起的时候跟着你的手的，慢慢手起的时候头也看过去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们说脚下啊，脚下是左右两步快速，然后现在是需要你去画一个圆，我们先学。他这个动作呢，虽然只有两拍，但是他的身体的圆有好多，所以我们先从手开始啊，手，好，绕，从你的用你的手指尖来带，掌心手，好，画完圈之后，哎，两个啊，七八一啊，一二，然后身体呢，我们看啊，这个身体要怎么做？身体要经过一个看，慢动作。看我，看到吗？五六七八到这儿啊，然后这是快的，但是慢的你要经过什么？看看啊，左手就在这儿，看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手学了啊，身体啊，手已经会了，刚才绕完之后再绕，是不是？这已经学过了，然后看身体。你的身体就跟着手去动就行了，看，别动啊，我过去了。好，到这儿之后，我继续盖，是不是往下走了？直接含下去。哎，明白意思了吗？不是很明白。不是很明白。没事，我打算用一节课教你这一个动作啊，来背，练好，好啊，走，看。好，你先看我，孩子们，到这儿是不是不能再转了？你再转腰就折了，是吧？那你就含下来了，明白吗？转完了就含下来。好，然后下一步重心移动，哎，接下一个往后走，明白吗？啊，没事，我们来再来三倍，对，然后后边，要走，转。含，然后你看你的身体重心是不是要发生变化？往左推，好，把这儿敞开，中央敞开，回手看过去，对，好的，快速就完成了，明白吗？还是先说慢的啊，六七走，五六七，看过去，八还有一个动作，现在只是做了五六七三拍动作啊，来预备，好，坐这儿。三四脚下，五六七，到这儿，我看你们跳的啥？对，走，五六七，哎，李佳文那个有点意思啊，不错，你看李佳文，看什么？你真的舞蹈深藏不露呀，深藏不露啊，啊。就是你们跳的太威武了，太那个，就是有汉子了。来，准备，
从这儿开始啊，三四，然后含下去，小的们这收着点儿，五六七，对了，在这儿，重心别动，非常好。哎，还没有完，到这儿之后，你看他这个圈还在继续，发。还记得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不记得。小雨滴的时候有一个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往下接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到这儿七，到这儿了。好，继续继续盘盘腕，盘腕盘腕。然后姐，你看一点方向，准备要走了，走了。看我这身体还在那儿留着呢，啊，腰带着，走走走走，盘下去，停了。跑别人家去了，半圈就行了，行吗？半圈行。好，我们把它挤开啊，这刚挤开动作啊，看一下，来一背，再来一次，一背，走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到这儿，看着你的手了啊，准备，八，腰往这边倒，八完了之后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含下去，手要走了，手下来呀、啊，你看我，你先看我，哒，手慢慢的下来。接下一个动作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来准备啊，背，让我看看你这个腰，走啊，背，走，绕，它就是一个重心转换，非常好啊，背，撂气，走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一二，然后三。对，踢左脚，好，手要进入最短的那个，就跟我们这个有点像，还记得吧？嗯。啊，但是就原地的都，三四，对，到这儿，好，你们可以做一下这个，六七走，三四，看着呀，眼睛要看着那个最高点，腿部不能停到这儿不动了，下来马上接下一个步啊，对，六七走，三。哎呦，真美！再来一次。他这个手呢，不可能是，你看我这样好看吗？是不好看。他是这样的，就是什么？所以你这个胳膊不是一长，不是一半长，是这样。对，左手稍微高一点。好，对，撂气，三、四，手慢慢下来，然后重心移动，经过，哎。先说手，走，右手在上，对，走，对，走，哎，做到了，啊，这是一排啊，走，这是三四，然后这是五，别动，看我的腿，屈膝，手往这个方向给，别动啊，肩膀放松，小臂交叉。眼睛看手的远方，屈膝右腿。对了，手指尖立起来，往远送啊。肩膀放松。对了，真美。好。别动。不然是不是觉得自己胳膊好短一点？好，屈膝，屈膝，这里边这样。嗯，子涵，好好跳这个，这条件特别适合跳。好，收。别，你看，你们这样就显得这个胳膊忒短。看我，又想走又不想走，你就真的是送出去，把这个肩膀下来。啊，不要使劲。你看，你如果到这个方向来，也是不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到这儿就行。来，我们摆一下这个动作。来，所有人，走，屈膝给胯，身体拧一点点，肩膀下沉，左手。右手往远，脖子拉长，不用。对了，你自己觉得美吗？你自己都不觉得美，那就肯定不美啊。OK， 收，可以了吗？嗯。啊，到这儿了啊，然后我们还是接着前边的，再来一遍啊，走。那个头我还没说呢，一会儿再说啊。三四，然后含下去，五六七。八哒哒哒哒哒，走，一二三四五
好，谢谢风雅月普拉提送的小心心。对，今天就他们这两个班上课了。会吗？会了。
七，提话，八，好，能记住吗？你当然这节奏不会这么慢，节奏老快了，是不是？一拍一动的，所以你要把范畴搞清楚了啊。对，那我们按那个坐这开始啊，预备，走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哎，来吧，太奇妙了，一瞬间完了。预备，六、七。走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了，再练练。谢谢瑶瑶妈妈的小心心，看见瑶瑶了吗？她在这儿。没人跳你的，本来跳挺好的，一说你就不动了。
然后这一下，你看，扒完就含住，它到下面了，下来再起，你不能，是吧？没有动，是你要流动起来，然后再往下接。好，还是分组练，还是自己练。先这样，我再教你一组，然后再分组练，行吗？行。来到这儿，快点，张扬。第三个老板，左手不动，右手不动，左手。看前方一点方向。对了，别动啊，这个方向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你就把它每一个动作当成造型来摆，它就没有问题。走，三，二，眼睛看一眼。走，三，四，含住，压住你的左手，压住你的右手。好，造型啊，你就把它当成造型。造型，这是慢的，这是快。下，左手手腕紧，右手一直没动。下，然后。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啊，对，从这儿开始，好，七，走，一，看一点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八的时候，七八看手的方向，对，你不是原先是在这儿吗？看这边是吧？七八的时候趁，七八看这个方向，眼睛两开看过去，七八，听明白了吗？啊，这是一个八拍啊，对，再来一次，六七走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你们记住，我看看，手指尖黑，看那个方向，走，一，看一点，二，走，看上面，这个手不对，到这儿，手腕子顶，含下去，立。下，看这边，对，走，别动，又开始直膝盖了，弯膝盖，有七八的时候，趁我去看东西，别动，站好，屈膝北背，不要扭直，屈膝北胯，晕过去。再给，把这个侧腰，把你的左胯使劲往那边送，子涵再给点重心在左脚上，右脚都可以抬起来的，抬起来能抬起来吗？对，再给，右手推出去，
蕊巴这儿拉长，再给屈膝，看这儿。就这个动作是慢的，这个是慢的，然后是快快快快，这是慢的，明白意思吗？啊，出太劲了，手出劲了，嗯，酸，太久了，这么接受，啥情况？不知道。前面还能记住吗？北北这个手太低了，右手再上去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，从头再教你们，再复习一下啊！把每个动作要求，你们现在太水了，这个动作。感觉脖子，再送，慢慢给。对了，你看他的表情都有了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努力，哒哒哒，慢的。对，你要把那个情绪带上去啊！好，走。慢的，松下去这口气，有力，力，沉，力，先力才能下，力，再下，然后，哒，哒，对，嗯，可以吗？把前面往回倒一倒，对。直接倒到咱们新学的那个位置呢。我做对了吧？有的小朋友那头已经很漂亮了啊，知道怎么去给出去了。所有的重心再放低点，太高了你。长不到自己身上，啊，光看着别人啊，我脑子很清楚哦，一跳就懵。我可能说脑子很清楚。我也没说你清楚啊，孩子。注意你的言辞啊，朋友们，
不要什么都说啊。那个手不能掉下来，右手还是高的，贝贝，对。前面是一头一尾是两拍一种，其他都是一拍一种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哦，这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明白吗？然后我们从那个跪，对，从跪从这儿开始，这个动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后边这个情绪的，吓死了你了，你赶紧接着放那儿吧，放心，吓死了，我的镜子啊，镜子看看了吗？没有，张小伟啊，谁呀？张小伟啊，那就这个。先去感受一下你的身体是一个平面吗？再往远，等它太高了，不要让人看到你的腿。往远，这个对了，所以你的手可以往后放一放，往后这个手下面手往后放一放，继续你往后放。哎，对了，然后头顶尖去找正前方，然后对了，李佳文这个比较好啊，整个人是平着的感觉。对，好，这个位置，六七走一。哎，停！有的小朋友还那么高上去，李耀晨，小的直接你看大臂不动，直接收小臂，收到这个位置就行了，明了吗？六七走一，二，高的这个往远延伸，含下去，对，一拍，哒，看过去，用脚跟着动，再看上去，然后揉，还在，七星还在。撑开，看着你的水，好，捧起来，高高的，经过你的脸，然后散下去，头又请头，让，用，没有抬头的，低着头，手起，头起，来，走起，好，三，四，含下去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走，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就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，不要停啊。好了，继续，不要使蛮力，孩子，知道是吗？你看，轻松的哒就可以了，不要使劲太大，这个动作就有点变形了啊。对了，我们光练的是几组动作，来，起走，小的。看前方，二，三，行了，就到这儿，不要再使劲了，脖子都没了。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对，好，快，这边，肩膀放松。哎呀，到这儿之后直接拎。哎呦，哎，你们就特别有意思，孩子们，这样缠起来了。那首先翻过来才能碰个水嘛，是不是？你们太有缠起来。好，我们来一下这个动作，来背。好，到这儿啊，从这儿开始，含下去，走，慢慢打开，捧住水，打开。请头右别动，低着头。好，走，慢慢起，含住一，啊七，手心往下走，一，侧面给观众，不要直膝盖，弯膝盖，走，重心回，立，七，八，慢的，别动。
这个手吊拿。走，立，打，打，打，七，八。对，对了，那个头必须要甩一下啊，还不行的那手。不行。好，快练吧，你就练个十遍、二十遍的就好了啊，快点。左手右手又掉了，高点，对，哎，就是它这几个有一个起好几个起落高低的变化，你看高的是不是低的，高的低的，高的低的，明白吗？你要把这个起伏做出来啊，不能一直在一个高度。回去看看视频自己合一个啊，明天来了我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合上了，我课上先把这动作咱们尽量还是练动作啊，因为就是按水来就行了啊。哎呀好的，李佳文现在那个身体已经它是连贯的，有的小朋友是乱的，就是你看它是这个动作，你到这儿它是连贯的，它一直没有断。那有的小朋友他只能做到五六七八，是不是就是断了？是不是？慢慢把它连起来，整个身体的定律啊！来来来，我帮你看看这样，这个走三四五六七八，走三四五六七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是把它连起来啊，快点，这样一组一组来练，我看看，来，从我们今天跟昨天学的那个位置开始，咋了？这还是你先练会儿。一会儿这样啊，先一起来练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分组，就按昨天那个组，昨天谁跟谁是一组，还是一组哈？来走，走，一，放松吐气，一拍一，对，还在，情绪还在，顺下来的手能不能撑起来？这个动作特别慢啊，然后走，把水捧起来。走走走，请走，一，含着，慢慢起，好，走，上步，走，哒哒，五六七八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就这个节奏啊，快，谁先来？你组先来，那这样，先找你的小组组长，先去练习，快，伟伟负责哪一组啊？你那儿吧。哎，
行业了，就是跟别人走。啊，你去你们的。张瑶瑶，你跟那北北组。李佳文带着李想，还有那个子涵，你们仨一组，快去练习吧。不要都对着那一面镜子，这边也行啊。带着您的，一二三四，四小只，三小只，嗯，快吧，两分钟之后啊，每组开始。把这几组也连起来，他虽然说一个动作有动，但是他没有停，一直都是连着的，情绪是连着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七八的时候才喘口气。这个跳舞呢，其实就跟你们读课文一样，你不可能一口气从头到尾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你得喘气儿吧，是不是？那这在这句话里面，看我这句话，看我啊，这句话里面是气儿没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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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儿。吐了两口气，吐了一口气，清楚意思吗？你不能一直在喘气儿也不行，但是一直憋着气儿也不行啊，就这意思啊，去吧，但是就Thank you.
这个病人这样，他就直接快过了。行，这个该快点，我看大概怎么快。这个不要过来，怎么练呀？都有毅力。过来。很厉害，行不行？嗯好，分组来来练习啊！哎妈，我不是要练的吗？一起来吧，所有人一起来。对，明天还是一样的，早点来啊、嗯，然后自己练。练完了之后，明天来了直接合一遍啊。好，准备开始了啊！准备开。好，再给平的，不要把后背给我那个子涵，在那个左手胳膊肘可以屈。蓄力啊，不要太直。对了，好，准备，六、七、走，转身，好下去，走，好，慢慢顺下来，走，起伏，走，立起来，走，又行，走，一抬，慢慢看手，三、四，走，五、六、七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啊！明天要有时间的话，还可以过来哦。明天我们还是1:30直播哈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